还是有点在意。在意呀、啊？好，我们稍后再议。阿兄，别担心，咱们去抓只符鬼就走。在里面，说不准，小心为上。要是有妖魔的话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你阿兄在啊！兄，这石门上的画好奇怪啊。启明虚说是祭拜山中鬼神之处，总是见到与火有关的雕刻。这里真的有符鬼吗？或许这人就是灵山山神。啊，旁边的白虎是他的使者。你看，他们经过了石柱群。等等，希尔退后。解决了吗？
小时候家附近有群野狗，仙儿还记得吗？小妖魔也，小狗也罢，敢招惹香香，来一拳我打一拳。交手，我不想这样。确实，我们离开家到现在遇到了很多妖魔，找到符鬼以后我们还要去商山，也不知道路上会有多少困难。我也不骗你，接下来的旅途恐怕只会更危险，但是别担心，阿兄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要是我也能帮上什么忙就好了，希望有一天能换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，现在我保护你，以后换你，你来保护我，公平交易。好，公平。站住！何方药物？哦，真是有趣啊！区区一缕幽魂，何必留在世上受苦？我来助你解脱吧。香儿。
兄，没事，还挡得住。阿兄，何浩他。不行，已经断气了。唉，节哀。承蒙姑娘出手救我兄妹二人，在下聂阳太史昭，字子旭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楚红，商山人士。商山？嗯。姑娘可是墨者。红，你怎么知道？听闻商山大寨中有一群墨者通晓机关之术，特来求教。原来你要找墨者。啊，姑娘。哼，几次进山来偷东西的就是你们吧？不，我们躺在地上那个难道不是你们同伙？我们是来找墨者的，和他只是萍水相逢，恰巧同行。还想狡辩？阿叔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是第一次来商山，那何浩说他熟门熟路才一起上山的，我们只是来找人，没有要偷别人的东西。找人？这里早就没有人了。哼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山门禁地，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阿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先把何兄埋了吧，相识一场，也不好让他扑尸荒野。阿兄在烦恼什么？刚刚那位